友们好，你们看我那个利罗上半年还涨势非常好，那么这下半年呢，叶子全掉光了。那么我今天就把这些利罗全部给它剪掉，然后再给它放上一盆有营养的土。要不要了？朋友们看，这个是后面长出来的，但是叶子很小，不健康。好了，那就把它剪了。全部剪掉它，没用了。完了，看，剪出这么多，因为太久了，五年了，土都没换过，它给剪光光了，就剩这么点点。看这么多，你看，这种连叶子都没有。那么我会这么给它这样留两个芽点，把这边剪掉。这种的，朋友们看，像这种健康的，这种健康的话，那我会另外打算。上次是跟乐乐一起跟他一起玩的，做了一盆这个土培的。朋友们看，我把它分类，这样的，这样的，哦，这样的，这一盆全部倒出来，五年的老根是长成什么样？哇，它的根须这么发达在下面，但是这也是一小节。朋友们看，你看，可能是我之前做的，有放了一些厨余进去。这个呢，我还会给它放到中间去。好，这个土再加一点进去，这样给它藏起来。这样的小夹子把它固定住。用不了两个月就会长好多出来的，它往下长。又重新把它种上去，现在是这样子的。朋友们看，再用不了多久，它在上面还会长上去的。好，这些呢我都做好了。朋友们看。这个呢我就准备做水培的，放在这里。这一盆呢我也准备做水培的，它倒一点水。我现在刚开始做下去的土培的，朋友们看，这样的话它用不了多久，它这边全部会长出来。它这里面有两片那个多肉，我把它喷一下水，刚才也把它扔进去。朋友们看，跟你们对比度一下，同一天一个水培一个土培，你看这个叶子长得多好，这叶子是不是长得很大？这个水培你看它这叶子长得就不那么好，是吧？这明显的可以区分出土培比水培的好。我在做把戏，把那个绿萝放在这里，下面呢是一个是薄荷，一个是虎皮兰。看看我这一盆虎皮兰是不是很漂亮，这两颗是它长出来的小的，这些呢是我用水培的，然后长出来把它改成土培。怎么个水培呢？把它这样扒掉，扒掉，这根须长得多好。这里面又要冒出小芽点了，又要长一个小小的虎皮兰。这样的叶子掰一片下来，这个水里面，然后它就会长出小小的虎皮兰出来。朋友们看看这个水培虎皮兰，你们要是放在家里或者做摆饰也是很漂亮的，是不是？好，这个绿萝呢全部弄好了，这一盆我还想处理掉它。朋友们看，这盆子这么小，因为这盆子太小了，然后它这边长得太茂盛了。小不点回来了，拖鞋赶紧穿起来。你来小不点，爸爸在做卫生，妈妈今天一天都在做卫生。我听大家的意见，我这一盆绿萝是不是也要应该把它修剪修剪一下，长得太茂盛了，长得这么好。这一盆也是处理好了，过不了多久会长得很高，然后下面一盆是不是很漂亮？晚上我怎么煮饭好吃的？哎，晚上爸爸煮饭。姐，到底又煮？哎，那上面你看多肮脏，还是儿子好，真的还是儿子好。英文考了几分啊？20。英文考到20分啊？这么多啊？很正常。你们帮你儿子。你帮爸爸来了，你赶紧把它弄起来。对，擀面杖要对着这个走廊呢。快，快拿！哎，拿到了啊！然后你把擀面杖装起来嘛，因为你很厉害的，我知道。还有一个线啊。还有这条线。对。然后擀面杖要对准那个门啊。对着这个走廊，在有坏人进来，我们看得到。你把妈妈哄高兴了，等下什么都有。好嘞。还是儿子有用，
好了，把这个收起来。好了，那你去那个洗澡吧。对，行，听我去，让我去，让我去。哎呦，让我去。你们两个干嘛？悄悄，我们家老林最喜欢给孩子就是炸这个薯条，方便。嗯。儿子，你看裤子都不穿好，你看我穿好了，吃饭了。来，喜欢吃的赶紧就端走。东西不能玩，不然我等下全部过手了。来，吃东西不能玩。还呢？还在游戏呢。哎呀，还在。爸今天好吃好多。嗯。老姐，吃薯条，吃好吃的。老姐说她不吃，是不是傻了吗？不吃啊！啊！又不上。超级大啊！你没得吃，人家又没得玩。好啊！你要被骂。老林要煮鱼了，看看老林今天红烧鱼给我们吃啊！你又做马，你看。重新。做牛做马的命啊！老林煮的红烧鱼，这是糖醋的糖醋鱼啊。好了，吃薯条就饱了。在干嘛？你这样养啊？不要拿这个喝了呢。啊，这什么表情啊你？我嘴巴已经酸坏了。你嘴巴酸坏，你爸煮一餐饭，你就嘴巴就酸坏了。没有煮的太好吃了，爸爸为什么酸了？哎，终于能把饭给带。咦呀，你这叫什么？每天都这么吃饭，你身体不好了，那是。哎，我这老大每天吃饭都把那个倒进去，哎，看看，还把一碗饭又倒到汤里。我给100。这么大的还有妈妈喂的。没，他怕骨头呢。你这个什么？嗯，好，给100。嗯，好吃吗？天天都吃。那妈煮什么？你属狗啊，来吃一点青菜变白一点。对身体好啊。哦，老爸多吃一点，变壮。那你把鱼吃两块。哦，妈妈。我天，没事。嗯，很好吃的鱼，不煮了。太好吃，要好吃。好吃那又全部吃完，这个也吃好了。两个孩子吃完了，还有这么多的鱼。好，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，希望你们能够喜欢。还没有订阅的朋友请帮我订阅一下，谢谢大家。那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